这样子吃了。OK， 好了，我们来到那个静丽小笼包。OK， 好了，吃吧。这在城隍庙旁边而已。这要一盒多少钱？60。太夸张了，60。外面卖70，对不对？60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而且吃这个没有蘸酱的啦，吃原味的啦，吃原味的啦。对啊，刚刚热腾腾出炉的哦。这金门美食一定要推荐的啦，妈的，这会不会太料了？哇塞，这吃几颗就饱了啊？动不了，动不了啊！很胀。当个铁工李师傅怎么耐不住烫呢？小心小心，我帮你拿，帮你拿。我比较会耐烫的，耐烫啊，真的很烫。OK OK， 什么看烫？有，有啦有啦，这吃三个就饱了吧？这卖60块，阿皮也不错，这样是自己擀的。对啊对啊，不错，是阿皮，热腾腾的，对啊。你给我吃上看。好烫啊！哦，还就吃两颗就饱了。烫啊！好好吃哦，超脆嫩，超好吃的。还有蘸酱哦。你要蘸酱吗？不需要了，你现在拿个，我在那个了。OK OK， 不要了，拍到这边就好了。拍到这边就好了啦。好了好了 ，OK， 那你面上自己吃了，叫你面换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。这间超推荐的 ，OK， 看到？可以啊。静丽小笼包超推荐的，拜拜，再见。